你，而家立法局仲有幾耐玩？全香港唯一有些少民意代表嘅最高立法機關都係得翻幾年玩啫，有冇人話要去遊行？你試下，你試下話公佈一樣嘢，就話由1994年開始，嚟緊個馬季停賽一年。哇！你喺度已經話啦，嚇、即刻當場已經想刮爛啲凳啊咁樣個懵度係嘛？我相信你即刻話新華社又好，廣東府門口一定聚集滿曬好多人群一齊嗌口號：獨贏無罪，巴Q有你，偉大馬王翠荷永垂不朽，人民是需要鋪草皮的，係咪？馬會我覺得一定可以坐直通車順利過渡的，馬會不單止會50年不變，一定會一直玩下去直到永遠，因為馬會是永恆的，而我們就會永恆地做善事，願善長仁翁永遠長存。